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啦。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给大家安利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本子。那么在这个小本子里面呢，可以让我们的观众小朋友自己去进行一个绘画，去练习，去进行一个填色。那它里面大部分的内容是来自于我们的动漫当中的一些小作品，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一个美少女战士啦，相信大家应该都对它非常非常的熟悉。那接下来的话呢，会带给大家各种各样的一个还没有给它设计好的这样的一个小的雏形，小朋友的话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愿望去跟它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设计。那我们第二页的话呢，有一点点像我们的小樱魔法公主，这个魔法小樱。然后接下来的话呢，会再给大家各种各样的一个模型，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去进行一个绘画，还有我们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兔子。那后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可爱的一个小动物，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呢？小兔子超级超级的可爱，你可以跟它呢进行一个练习，就比如说怎么去给它正确的画画啊，或者呢是去给它进行一个填色的练习等等，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那么这边呢也有一点点像我们的小樱，你可以看到它把它的这个整个人物的这个脸的这个肤色会画的稍微的深一些，如果小朋友不喜欢的话呢，也可以把它呢是画的稍微的要淡一些，或者是不要拿这么深的颜色去给它进行一个填涂。那我们这边呢是有一个小樱戴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猫的一个帽子。这边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有一个感觉呢是像我们魔法小樱呢，它身上是穿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样的小的樱花的一个造型，然后在它的头发上呢还有樱花的一个绑带，各种各样的一个散布的这个头像，还有它的头绳，这个很帅气哦，一个短发的造型。同样的话呢也是有一些头发上的装饰，会显得整个人物的塑造更加的活泼可爱一些。同时它还有一个可爱的小猫尾，那么这个娃娃呢也是会根据你前一个娃娃所看到的一个形象再给它呢进行一个设计。这边的小狗狗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可爱啦。那整个画册基本上就是这样给它做成的，可以在上面呢去给它画上各种各样的非常可爱的小的图片。在它的背面呢是有非常可爱的这个小的星星，然后小的星星的话呢手感还是会凸出来的，手感也是特别特别的棒。在它的封面上还会送给我们小朋友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贴纸，是不是特别的漂亮？上面是有各种各样的非常可爱的一个小贴纸，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西瓜，各种各样的一个小动物，可爱的动物宝宝等等等等，也是特别特别的可爱。我们可以呢是把它贴在我们的笔记本上，贴在各种各样的一个本子上，或者是贴在你所喜欢的一个这样的小的这个造型身上。哇，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甜点，各种各样的一个小的蝴蝶结，里面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个对话框。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亮色。非常非常好玩也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小的画册。非常推荐给我们的小朋友，尤其是喜欢画画，然后又喜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进行一个练习的小朋友。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哦。在这后面的话呢，也会有非常多的这种的练习的推荐的画册会带给大家。
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这个频道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或者是可以直接在视频的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订阅了之后的话呢，我们每天最新最初的视频你就能有一个及时的消息的提醒，还有一个各种各样的一个推送等等等等。那我们的话呢，是在每一期的视频当中会根据大家的留言，然后再进行一个这个主题的选择。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也是可以给我们留下你的留言，然后告诉我们你们的愿望啊等等等等。好了，希望你能够喜欢啦，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和在视频的下方呢直接可以给我们告诉我们你们的愿望。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